波比居然带了一个虚弱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隔离那些激进分子。这不是波比，这是炮形态波比。嗯，一级可以先跟他干，只要他往前上了一点，我们就可以上了。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在我脑海中，直接扣上来。吃药去，扣上来点烟，闪现。像这种鳄鱼比较幼的英雄啊，我们可能需要3个扣才能把他杀了。我应该是没怎么漏吧。鳄鱼怕石头人瑞文，鳄鱼就没有怕的玩了。鳄鱼要怕点可能也怕个鸟人，但鸟人也打不过，也可能就五五开吧。鳄鱼这英雄没有打不过的人，只要你玩好了。这波就不能打了啊！虽然我们前期杀了他一次，但是还是打不过。没怕的，这玩意儿打谁都能打。练一练，指定是没错。但是下个版本要削了，削的好，把那剑尖武器大师都削了。打了个海骨，你抠不抠我？到底你抠还是不抠？我抠了。下边可以打。不能打了，你像这种血量基本上一套我就死。真的，他就一套我就死。两管怒，打的骸骨，如果他塔下一个人可以杀。命令必须得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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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兵直接扣秒 W。 他必须得孤立无援，我们刚才才能杀。人性最重要。
回家了，这波线不推。哎，我来个攻速海。为什么秒 W 不掉血？我看一下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嗖一下打的骸骨，双刀两刀，念咒叫人是吗？可恶的鳄鱼，去打他蓝，有没有？他是带蓝上来了吗？他没带蓝，他没带蓝，蓝肯定刷了。下波我们有点盐啊，这鳄鱼如果想打的话我们可以奉陪。抽一下打的骸骨，其实我如果我现在有 E 有 Q 我可以直接上，应该能打死，因为他没有晕了，他没有技能了，但是我没有，没办法，就这一点不好，杀人的时候旁边不能有小兵。感动，哎，还是没有克数，着急了，下播吧。这玩意儿还是不好杀，他有克数，他能回血。尝试一波，尝试一波。毕竟我们的 Q 没出来，我等一个 Q 他就一，他小兵马上到，我等个 Q 我跟不可能杀得了了，就我有小兵肯定杀不了。第二点他马上有怒，那怎么可能能杀呢？要么有兵要么有怒，你就杀不了，尝试一下，杀不了就算了，没关系。这英雄本来就不好杀，也不好打，稍微那螳螂帮一波我们就杀不了，太幼了，打近战他没有怕的。
我马上到。好送，念咒。闪现，往下。德克萨斯木印了。真是服了都，最后一秒给我勾着了，有病是吧？你把他塔皮给我吃了，我上啊！他不可能打得死那拉克斯，他只要敢越塔，我就把他收了。这人儿有点多呀，念咒，死掉！这螳螂好骚啊，这样他都敢杀呀。这个波尔比起杀心了啊，嗯，他起杀心了。开灯塔来，像我们剑圣这种英雄，如果你实在是线上没有机会啊，不用去跟人去硬对线的，没有意义，可以去解放解放。走，那鱼过来了，可以去赶赶赶赶。我们反正这种是人头英雄，这不是补刀英雄，你要补刀别玩那剑圣。控线呢？控吧，直接回家，不管他。他控线，他就吃不着塔皮。先来个巨石短臂。哎，正好没吃着，嘿嘿，正好没吃着，笨样儿嘛。打死了还不中，快走快走快走，他有闪他有闪他有闪，螳螂真的好烦啊，每一波都有他，很是让人讨厌的。我唯独就这么一波在上路出现了，他就跑上路抓我。嗯，很烦人。下路一塔就没了，行，那我们得回去守塔了。这个一血塔不能白给他啊！
贱不喽嗖的呢？怎么就这么贱？我就没明白，兄弟咱这有什么好贱的？一血塔给他拿了，你要为你的剑而付出代价，我告诉你。这螳螂啊！螳螂啊，可不像个人呐。波比勾引我，波比，嗯，上当了。哦，17滴血。这么明显的勾引看不出来，看出来了呀，那还能看不出来吗？但我一看他也没啥技能啊，我都没想着那螳螂还能来，我寻思他是有狂风之力装个杯啥的。不挺能勾引的吗？来继续勾引我一波，这波勾引失败，好推。但是还是死了，不过我马上吸蓝刀了。现在我们12级，八个人头，2件半，在18分59秒啊51秒的时候，我们就俩字儿，无敌了。收割，无限收割。以对面的这个阵容，除了那泰坦跟鳄鱼，没有啥控制，知道吧？只要有人残血，不好意思，收割起来，游戏结束。来，先下来跳弹。这泰坦呐，没啥玩儿了。打小龙啊！那波比在这打三郎呢。嘿，好跳！念个咒吧。五杀没了，确实五杀没了。来，凯隐跟我来，那螳螂俺俩直接秒他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嘿，你。来斯，你别卖我，对，这波你不能卖我。来还一波，我喝干辣单杀 ADC， 波比跑了，波比能让他跑了吗？
给我追来，这波比跑不了啊！勾引我来，波比，勾引我！踢蓝刀了。算了，这个地方回城容易不让我回。这怎么下雨了呢？最后一件无尽，我们22分钟三件套。只能说是无敌了。不好意思，蓄区有点低，没抢过。维恩呐，我一刀把他斩了。嘿，闪现，一刀，两刀，扫描，你今天啊，你就甭想跑了，我就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追你，啊，你就别跑了，咱们今天指定得追死这螳螂，别的就不说了，必须追，必须追死，必须，必须追死他，搁那儿回城呢，说我必须追死他，人呢，可恶。没了，我跟你来来，好抽，这家伙给我控的，我一刀两刀验证，没事，能选死。他挖大坑，没有我们什么事儿。为什么我出一切？还有等着呢。没了。